在疫情之下，先祝福香港人身体健康先。香港地呢好得意嘅，我哋呢就表达多，觉得自己啱，但係呢同时呢我哋投诉有好多，或者呢我哋都会好多嘅声音。咁今次呢我觉得呢个一土圈一圆运动好特别，就鼓励我哋尽量去聆听，特别是聆听圣经，聆听上帝的声音，同埋唔好咁多投诉，唔好咁多埋怨，我哋多啲祈祷。嗱，正话呢，我就玩过喎，这个都几特别喎。咁啊，为香港18区祷告啦。其实呢这个创意呢，我知呢就是喺阿陈主席嗰度嚟嘅。其实呢可以这个创意呢无穷发挥落去嘅。譬如话你可以带你啲屋企人喺度啦，有不同的家人啦，譬如你一个小学生、中学生也好，将你的同学摆喺度啦，又或者，哎呀，你读书有几科咧唔好掂嘅，将啲科目又摆喺度啦，将你的运动又摆喺度啦，或者我哋人生有事业、有爱情、有同上帝嘅关系、有同家庭嘅关系，我哋连晒喺度，我哋都可以转一转。在这个十字架停在哪里，然后呢为那样东西祷告的。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方法，但是呢最重要我们不是说喜欢玩这样东西，是回到上帝那里，为我们身边的每一样事物、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空间去到祷告，交托给上帝。 Amen。